现行巴是一条长度100公里的正断层，而且是活动断层，一直延伸到这个核市场附近。简单的来说，目前的核市场是没有达到安全的标准。核市重启的这件事情上面，安检在做把关，对于我们自己的这个工程，应该要有信心。11月29日星期一晚间10点，我们的导播出能源转型转到哪？